你是灵宝的未来，我在隔壁准备了一些东西，对你应该有帮助。 变革之风随着你一起到来，在下面的房间里，你必须面对并克服你最深层的回忆。很少有志士这么快就能进行试炼，如果成功了，就等于是向晋升者证明了自己。 你必须潜到更深处，再试一次。我不能攻击他。你必须从内心挖掘出更多东西，放下你的防备。 就是现在，你必须克服这个难关。 再靠近你，我已经超出范围了。可以了，已经结束了。 有事就说吧，你抵达生灵宝石带来惊人的消息，我已经告知御灵者了。他感谢你尽责禀报。为了表达谢意，他想给你一份礼物。你愿意收下吗？说出你的目的，我会看着你，凡人。只是。
莫忘你们的职责，愿御灵者看顾着你们。我们有真切的职责，非常棘手，我们一定要找出解决办法。原来不是冤恒，御灵者居然毫不过问。或许他不相信，毕竟我们只有一位志士的片面之词，原本以为这样应该足够。我们会尽力提供协助，让我为你指出方向。你的目的是什么？小心别被自己的猜疑吞没，这里情况不对劲。总不可能比我上次来的时候还糟糕。我会倾听，时间会卸下所有重担。克雷亚，去帮助楷模。佩拉苟斯，你跟这位新志士去帮助仕途，莫忘职责。是，晋升者。神圣楷模就在神殿的另一边，好多人在等待仪式。怎么了？堕落的人能在忠诚神殿休息，这些志士最需要的说不定就是鼓励的话语。有工作要做吗？莫忘职责。需要我协助你冥想吗？维西芬尼的恩典护佑你。拜托，救救我。就这样吧。需要目标，我们都没救了吗？我得想一想。你的行为会引领你
现在没有目标，已经没有希望了吗？就这样吧。我们都没救了吗？我只是要回想一下。向我敞开你的灵魂，告诉我你的烦恼。你的行为会引导你，向我敞开你的灵魂。拜托，救救我！孤单，无助。不对，这样不对，我得想一想。我感到困惑，我只是要回想一下。我不能放手。已经没有希望了吗？孤单无助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你的行为会引领你。我能。
向我敞开你的灵魂，我不能攻击那个目标。不能攻击他。我需要目标。佩拉苟斯，看来新来的智士让你振作了不少。请找出尼克隆，确保他的安全，他不会无缘无故迟到。选择权在你手上，你知道怎么找到我们。干嘛？哦，需要帮忙吗？来吧，我有话要跟伊瑞迪亚说。你刚刚看到的不是只有我不安分，看看这座神殿的惨状，这些智士饱受折磨。我不忍心看到这些苦难，我那……没有目标，连我都越来越怀疑了。我要去忠诚神殿报道。不对，这里还需要我，我一定要撑下去。
伊瑞尼亚，她可以帮我，她不会让我倒下的。这是什么感觉？不，他会救我的，他会救我的。来吧，我想了结这一切。仕途，怎么了？我来承受你的重担。莫忘职责，佩拉苟斯，照顾这些侍者。只是，你跟我来，让我们结束这位仕途的痛苦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等你准备好，我们就开始。有什么麻烦吗？如果你敞开心胸，仕途，你知道仪式的流程，放轻松，让岛中净化心灵。我会的。我怎么这么痛？保持冷静，你要相信这个过程。这个过程把我们的自私变成灰，要我怎么相信他？道路，往前行进，突破这道痛苦。你怎么可以忍受这一切？看着他们受苦，却无动于衷。全都会倒下，全部都会，这就是这条道路的终点。救不了他们，我连自己都救不了。尼可龙，如果这真的是唯一的办法，那我一定会找到别条路。我现在无法帮你，或许忠诚神殿会有办法。一切都太迟了，他们要来了，而我会站在他们那边。
我来承受你的重担。没事，我。伊瑞迪亚，结界，他们不。弃世者，神殿是我们的了。好熟悉的声音啊！不，怎么可能？我会倾听，时间会卸下所有重担，莫忘职责。需要我协助你冥想吗？我们的命运在此交汇。我需要目标，我要先找到目标。现在没有目标。我的奇瑞安族人呐，听好了，我们长久以来不断受到遗忘的压迫。我现在没有目标。
我离得太远了。又一次，我们被告知要全心奉献，为更伟大的使命服务。弃世者会让你保留记忆和你的牵挂。
见识祭祀者的厉害。解放你，来给你其他道路的。我们会接受你，如果抵抗，我们不会在你身上多花时间。新的秩序已经出现了，我们都必须选边站。我会倾听。让开，不能攻击那个目标。我有话要跟你的领导者说。我们会让你毫发无伤地通过，至少目前如此。克雷亚，带其他人到安全的地方，快走。到哪里都认得出你，忠诚之手。我们占领了你的神殿，你的神圣楷模就快死了。加入我，那么我们或许还能一起飞翔。不可能。如你所愿，弃世者终将胜利。凡人，跟我来。有什么心事吗？你可以把重担留。我有个想法，撑着点。我们寡不敌众，岛中的腐化众生让他们变得更强。我无法以一敌百，不过也许可以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修复岛中。我的灵魂之伴呢？我不想杀你，但如果必要，我还是会痛下杀手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知道为什么？你只需要接受摆在眼前的事实就好。我会拖住弃世者，用我的锤子净化那些钟，让强大的真理之声再次回荡。我已经超出范围了。有什么真相可以将这场屠杀正当化？伊瑞迪亚，借你的神殿之手，我们都经历了上千次的小死亡。进化的过程绝不轻松，不过我们会因此变得更好，你也会因此变得更好。
只剩一个了，保持专注。我却无法想起我过去的人生，还有我的家人。我们忘记是为了能不带私情地渡送灵魂，你明明知道的。道路是破碎的，你却盲目跟随，我会逼你睁开双眼。你还有救，莱索尼亚，结束这场灾难吧。我们还没输，抓紧了。你就尽管救他吧，他已经看见真相了。你的目的是什么？你需要的话，我都在这里。海魔必须死，不容你们插手。吞噬你们所有人，现在该了结这件事了。这一等力量怎么可能挑战凯魔的力量？可不明智，我会看清楚你的真面目。你一定会灭亡，这还只是个开头。那是什么？这是来自他深层记忆的残像，能揭示他之所以背叛的真相。卸下你的烦恼，再见。我会倾听，卸下烦恼。我的左右手，你必须留在这里，直到复原为止。我会回来找你。遵命，我的楷模。莱索尼亚的精华被冤猴扭曲了，我们必须找出事情的成因。把这个碎片带去追忆中枢，那里存放了所有奇瑞安的记忆。如果命运眷顾，莱索尼亚的记忆可能含有我们需要的答案。我会通知御灵者这里发生的事情，并请求支援我们失去的人力。赞美御灵者，我们的朋友安然无恙。我不只是为了生灵堡，更是为了整个暗影之境。克雷亚，陪伴这位志士前往资料库，我们一定要警告英雄之灵。你完成任务的时候，我会去警告他们。但克雷亚，请一定要平安回来。一定会的。
要不要。告诉我你的烦恼。没有目标。没有目标。我需要目标。
现在没有目标。我的商品任你挑，再见哦，您慢慢看。赶快回来哦，希望我的东西可以帮得上忙。下次再见。我们都必须循道而行，勇敢地前进吧，相信眼前的道路。需要我协助你冥想吗？维西芬你的恩典护佑。追忆中枢目前仅开放特定人员进入。你是我制造的，我可是首席熔炉师，你有特殊的记忆。你们可能太迟了，给我看看。我的标准很高啊，但你必须达成。你有价值。刚刚那是注意事单位吗？不想讨论这件事，但你说的没错。